近日台湾就有人夫发文表示，他话俾妻子知要一起去香奈儿买嘢，妻子就好兴奋咁样花咗一个钟头化妆，估唔到去咗目的地之后，妻子就唔出声。原来人夫口中所讲嘅系香奈儿，而唔系香奈儿 Chanel。人夫笑指妻子喺事发之后嘅两日一直失联，仲话如果各位有睇到我老婆嘅，快啲同佢讲，我已经整理好煮好咗啦，快啲翻嚟食。惹嚟好多网民爆笑回应，有目击者见到佢喺五金行拣紧西瓜刀，请版主珍惜生命。楼主随后亦都向一众网民报平安。